了吗？啊，就是再跪一下，小舅你跪一下。A 级跪一下。跪一下是吧？小舅，我你走过来。不是，他那时候会在前面。不用，不用，可以。好的，然后抬头拜见。什么凶神太岁？不过是些上古传说吧。本座纵横三界，从未闻。既然将性命安危系于区区一个小花妖身上，